高雄有一个独特的空港跟海港，在小港。既然有这两大优势，所以它是一个交通汇集的地方。诚如我们要上高速公路的尾端，一下来就是小港，捷运也有到这边。好，这是交通。再来，我们讲到中钢、中油、台电重大的工业区也在这边，相对的人口都在这边。这些人口它是一定技术层面的蓝领阶级，所以他们程度其实不是一般工业区的比较属于劳力方面的，那他们程度不低。好，再来，在造就汉民这个区域的文教区的时候，旁边有中山国中，我们后面有小港高中以及社教馆。在造就这个区域的时候，其实这附近都是台糖的土地。在这个台糖的土地它重新开发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像造镇计划一下造镇起来这个大社区。我们汉民在这边是属于正好中央型的文教区，既然是这么好的一个角色，其实是社区人们要把孩子就近照顾放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所以如果我们的素质没有达到一定水准，他一定会流向旁边邻近的学校，诚如卫星学校一样。那如果我们做得很好，他将会向中央靠拢。可是相对的，我们以一个地区的都市跟偏乡来讲，它毕竟是资源比较贫乏的，以前的差距师资还有包括人力还有包括资源可能都是落后市区一小截，而且是不足的。那以换个方式来讲，在这一段的成长过程中，它成为了高雄市，它成为了中钢、中油、台电这附近的不管是环保问题或资源问题，它却是最充沛的。因为都市没有中钢、中油、台电的回馈金，这样的成长中，只要领导者能够把它整合汇聚的话，其实有相当大的发展。诚如临近一些学校，正好是小港机场的附近的话，它上课可以完全开冷气。那这个是现在不是大家正在追求的吗？小孩子上课要有冷气，其实哪里达到了？小港，全国可能只有小港达到的。所以多少年前他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大家却不自觉。所以我个人一个感触是说，他的一些资源从前到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那如果我们能够掌控这个资源，让学校能够成长，同步的质跟量的提升，我们的孩子其实是幸福的。给孩子的东西一般都是经过设计规划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我们给孩子的不可以脱离我们的教育目标和教学课程。也就是说，今天在带领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首先要给他的是基本能力。基本能力之后，有的人会跟不上，也就是说从前叫基本能力，现在叫做素养。那我们给孩子的这些东西如何让他能够跟上基本的，再来你再给他多元。所以我们学校开了很多的社团，希望他能够潜能激发，找到他喜欢的能力可以展现的和兴趣可以学习的，将来他就除了多一技之长以外，更有能量能够在这方面开发到更美的世界。就成了舞蹈班的，他可以学会了他的肢体表达，也可能他在手工艺上很有兴趣，他就做成了将来很有名的手工艺品。但是这个一定要在小时候给他开启。更有可能的，他可能是因为在小时候我们的学校学会了篮球技艺，将来有可能成为篮球的国手。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往上开发，往多元开发，还要加深加广，还要往下扶持，这样才能让孩子跟得上来。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综合领域的活动，还有包括说表演艺术这些艺术方面的课程，我们小时候重视都是美劳、剪贴、画画，难道他就只有这些面向吗？当我来到汉民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汉民有一位应该算书法家洪崇孟老师，另外还有一个是视觉艺术的老师。这两位老师的作品已经办了我们汉民美展，在社交馆办了10年了。我看到他的在教学上的认真，把他的书法课程会去钻研到多元呈现，甚至他的篆刻还有用石膏板去雕刻。我来的第一年我也要雕刻，那今天一个老师能够这样认真用心，让孩子能够投入，因为在刻的时候谁都不敢乱讲话，雕刻刀很利耶，会流血会受伤耶，所以他们会很专心，渐渐的孩子静心了，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好，小朋友，那刚刚老师的说明你们听清楚
清楚了吗？清楚。好，那我们呢就开始来动作咯，啊，把我们的橡皮章小心的把它完成。我是红毛港人，那国中读的是七贤国中，那考上台南师专是因为家里面的家境其实当时不是很好过，所以认为读师专就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那我记得民国七十年的九月去南师报到那一天，我跟我爸坐这个公路局的车子，那车子呢到开山路那边下车，下很大很大的雨，那一下雨呢就下来呢就赶快找个地方躲雨，刚好有一家笔墨庄叫做宝源笔墨庄，笔墨庄的老板呢对我们非常的客气，然后让我们在那边休息喝一杯热茶，爸爸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又想说这个小孩子要来读师专呢，那就买一个东西给孩子，就买一支毛笔。我记得当时买那支毛笔的价格是400块钱，真的好贵，现在想还是很贵。可是有了这支毛笔，就开启我一个学书法之路，因为到师专每一个人都要参加社团，那我就想说就这么贵的毛笔就不要对不起毛笔吧，就参加书法社，那于是就误打误撞。当时的南师有规定，一个社团至少要有20个学生才能够成为一个甲类的社团，那他就找四年级跟五年级的美劳组的学长姐，一共有19位，就差一位，那就我们的书法社的指导老师黄忠义老师就说：“洪崇文，那你就去吧，去 top 咖。”结果一个3年级的学生到4、5年级的学长姐那边，那选社团的社长，那想当然了，我就变成社长，所以我从师专3年级就当篆刻社的社长，那也从那边开启了篆刻的学习。那篆刻是以书法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再加上雕刻，所以它还有文字，还有这个刀法，还有章法的另外一个艺术。那也就是让书法跟篆刻让我在这个人生的这一条路上不会寂寞，就不断的一直这样下来。因为我本身我是红毛港出生的孩子，我在凤林国小毕业，在红毛港一直到国小毕业之后才搬离红毛港，那我对这一个土地我有特别一个深厚的感情，那所以我师专毕业分发在嘉义的东石国小一年，然后到金门当兵2年，然后到台南教书2年之后，我就请调，就到汉民国小。那我希望说我在这边可以教到更多乡亲的孩子，然后也把这个传统的文化也教导给我们的乡亲的子弟。我的课程的安排就是我自己的经验的累积啊。那我因为我对书法跟篆刻我有专长，我也有兴趣，所以我也希望说小朋友可以学到这个，但是如果每一堂课都让小朋友在那边临帖，他很快就没有兴趣，所以我们让孩子要有多元的学习，而且呢不离开这个书法，然后把书法可以应用，比如说我的课程里面就包含硬笔字的学习，那硬笔字的学习之后，我们可以让他呢写一写书签，然后练唐诗，好，再来我们有毛笔字的学习，从基本的纸笔开始，有字体的介绍，然后有艺术的欣赏，然后我还有自编的课程，比如说石膏板的刻字，然后拓，还有石膏板的印，拓跟印是2个不同的技法，那石膏板的印之后，我们可以印吉语，可以印比如说像招财进宝啦，像这种过年时候比较实用的，然后刻这个石膏板，我们还可以即刻吉他，然后可以合起来每一个人刻一个字，合起来变成一首诗，所以就比较多元，让小朋友觉得比较上课比较不会那么无聊。自编的课程，你从
这个教材的编选，然后到这个上课的时候，小朋友的很多的问题，还有你事前要备课，然后小朋友上完课之后要整理，所以需要有一些经验的累积啊。不过也还好，就是学校提供一个不错的场地，让我可以在这边自由的运用。我们的这个教室呢，是一个英语实验教室。那它的桌子不是这种桌子，它是类似像麦当劳那种野餐桌。那小朋友坐在那个上面呢，就会在那里产生一些怪异的声音。那许多英语老师来这边，觉得蚊子也多，采光也不好，空气流动也不好。那小朋友上课规矩又不好，教室又很大，所以就后来就干脆回自己的原来的教室上课。那这个教室就闲置，闲置之后就会有一些杂物进来啊，有可能有猫啊、老鼠啊就跑进来。那后来有一段时间，小朋友就戏称说这个教室是鬼屋。那后来我就想说，那这样不行，那我原来上的是自然科学，那我就把这个教室呢把它整理。那整理到民国101年的时候，我们前任的严永进严校长他说，可以争取到经费设一个书法教室，那由我来规划。那我就来着手来规划，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写字第一个就是要有够大的桌子。这个环境大，那所以我们刚好就可以有9张3尺6尺的桌面。那每一个小朋友的空间够大，彼此之间就不会影响。如果让他小朋友在普通的教室里面上书法课程，那其实对老师对小朋友都是一个折磨，因为空间太小了，很容易就会产生有一些比如说翻倒墨汁啊毛笔不小心画到同学的衣服啊种种的事情。所以我有这个专用的教室之后，我们再慢慢来扩充一些设备，让小朋友可以不需要带任何的用具就可以到这个教室里面来。那同时我们也严格的要求教室里面的一些上课的一些规矩，所以让教室永远都保持得干干净净，就变成一个不错的一个学习空间。严格的这个管控，就是这个毛笔用完之后我们再整理完之后，所以它可以用的时间也比较多一点。如果让一个孩子自己带毛笔来，他可能这个礼拜带这支毛笔回去忘了洗，下个礼拜再来的时候这支笔不能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先天上的一个困难。那我们让孩子来用公用的毛笔，那他就显得就是这个毛笔呢在这边他不能带回去，所以让下一个小朋友也可以顺利的使用。书法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拿来当艺术的字。然后中国的艺术字啊，就这样。1、2年级有去学过，去外面学过，因为妈妈想说叫让我们学书法，可以让我们的字比较好看一点。会坐不住吗？想说要坐多久？偶尔会不耐烦。因为书法是需要耐心的，可是我比较没有耐心，就没有机会可以认识啊。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学过嘛，然后刚好老师就是专业的，然后就没有这堂课就没办法认识这个书法，耐心度会增加，就是会比较稳重。对，稳重。我觉得会比较稳重，因为以前很稳重。以前比较没有耐心啊，对啊，就耐心度，而且就是可以多学习一个中国文艺术的文字。民国75年出来就教书了嘛，那我在东石国小就有教小朋友写字，然后后来到台南市的南兴国小，我也教孩子写字。那当时，在课后的时候也有教，那后来。到80多年禁止把这个书法变成也是补习就没有教了，不然我其实我是长久以来维持书法的选手跟教练的身份啊，对，所以也都一直持续有在教学生，所以我的教学经验是没有断的。那这是印，
印就是小朋友刻的橡皮印，哦，他们，所以他们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哦，就是小朋友刻的橡皮印，他这个是字要是反的，所以我可能是写在他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纸上面之后，他自己还得把它描上去，然后再反踏过来再刻，所以这个还更复杂一点。然后小朋友呢，从这里面他其实要完成一个作品，其实要很久。他们因为就像刚刚的两位小朋友讲了，他们很怕会刻坏，所以会很小心的慢慢刻。那你会发觉说，哎，很多小朋友呢，他可能功课的表现不是那么如意，可是他在这个方面哈，他可是如鱼得水。那我们发觉现在的孩子，他对于智能的学习，对知识的这个学习很方便，因为你 Google 一查就有，谷歌大神会告诉你所有答案，但是手上面的操作却是很缺乏的。那所以很多小孩子他的手的这个操作能力是很笨拙的，即便他功课很好。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书法的学习，借由刻印这样的一个手部的动作的一个锻炼，让孩子呢可以得到更多的手眼协调。任何的艺术或者任何广泛来讲任何的活动都可以排遣你的时间。我去爬山可以一个人也可以一群人，那我去打球通常都要有固定的场合，那我去做跑步的运动，我大概不太容易在跑步机上面跑很久。那书法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就是说它不需要太多人，它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一群人都可以一起上课，或者一个人也可以单独，所以它可以享受那种孤寂的美感。那以书法的学习来讲，我们都要去从临摹开始，那借着临摹你去认识古代的书法家、古代的书法、古代的文化，甚至呢再更深入一点历史，还有这个历史带给我们的一些感受。那所以它有好几个层面，一个就是技术的层面，就是你学写字的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比较个人的心性上面的层面，就是你会慢慢会去从这个喜欢书法，然后了解文字，然后到进入这个文字这个文学是苏东坡的赤壁赋，了解文学的美，再进而了解文化的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你还会想要再选一种字体？小篆，小篆吧。什么是小篆？因为我觉得就是老师就是他的之前有弄那个橡皮擦刻过，然后就觉得那个字很可爱。就老师之前有派那个功课叫我们回去要拿给爸爸妈妈看，然后就妈妈说：“你的字好像变得比较工整一点。”很谢谢老师教给我们那么特殊的学习。谢谢，就是谢谢老师指导我们怎么写字，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让我们培养那个细心的程度。你们国中还会有这样的课程吗？应该不会了。会自己练吗？会，应该会去学，应该会练。你会觉得你的国小生活是开心的吗？对啊，很开心，因为很开心，因为有遇到很多同学还有老师，然后给我们很特殊的学习过程。我也是啊，就是也很开心，很珍惜这门课啊。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课的话，就没办法认识书法。没有要我的孩子都每个都变成书法家，因为事实上也不可能。一个礼拜才两堂课，一节课40分钟，中间没有下课，加起来不过90分钟。那你如何能够期待他变成一个书法家？所以我们希望说他可以比较开阔的去认识书法的这个艺术。那同时我也希望说有三心跟二意，就是让孩子在这里的学习里面得到了。第一个就是专心，
能够专心的来写字，第二个就是细心仔细的来观察，第三个就是耐心，可以呢有一个持续力，那恶意就是有一个持续的这个毅力跟追求美感的那个美意。时间有点短，就是如果我再 找个五年找个十年可以担任专任的这个书法教师，可能可以影响的人比较多一点，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那从客观的条件来讲，就是一个学校里面如果要有良好的书法教育，它就有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要有师资，这个老师必须要是一个名师，我讲的这个名师不是很有名的名，而是明白的名，他必须要去对书法的知识是比较宽博的。那第二个，他要有这个专用的一个场地，那 你如果说光有名师，然后那个场地是在教室里面，那王羲之来也没有办法。第三个就是要有校方的支持，就是学校要能够让这个老师可以充分的一个发挥，然后当然老师也要比较辛苦一点，自己编教材。我觉得我们应该分享出去，所以每年在汉民美展这个地方的成果是让大家肯定的，以及我们今年还特别的转移阵地到小港医院。因为社教馆虽然很蓬勃发展，是很多元的，大家都看得到，但是有些人看不到，常常要到医院挂号的老先生，甚至我们讲医病关系的医生护士，这么高阶的管理阶层行政阶层，他们是没办法到社教馆看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些资源分享给他们？因为这样的成品在医院我们等候是苦涩的，心里不舒服的，我们需要一些心灵上的沉淀和治疗，才能让医病关系更好。那我们能够多做的，就在小港健康学院这种好的氛围下，我们就移师改到小港医院。当然小港医院给我们的帮助更多，它是高雄医学大学经营的，有这么好的医学专家医师，都是我们很棒的好伙伴，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分享应该是走出自己，而且手牵手能量更大。最明显的和我们感受到的是两种人，第一个是看病的等候的，他们会觉得我们跟一般去展览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教务主任特别用心，还安排了每个礼拜至少三个班在展示的时候去快闪，所以小朋友会成班去吹奏直笛，我们为了这个有办直笛大赛，他们就到现场去直笛表演。然后直笛表演是因为我们办大赛，有的班我举例好了，刚刚讲的舞蹈班，我们的舞蹈班就是国标舞现代舞，他们要练习，而且两年就要成军，就要表演舞展，他们光参加 舞蹈比赛就很辛苦了，他们决定到现场热舞，就跳国标舞，这掌声就更多了。也有的好像到那边去对口相声，表达他自己的艺术。那一个月下来，我们至少表演了十几场这样快闪。就我们的观念中，高雄有这样的活动吗？在医院是没有的。有我印象很清楚的，只有在义大有一台钢琴演奏，那是定时放音乐的。那今天我们是我们要成就他们，还是他们造就我们？我觉得我们孩子收获更多，因为他有了他的表演场，而且有更不同的人在大厅看到。那我们甚至还在后面的安泰医院利用了寒假的刚开始的第一天，也就是休业式的时候，我们带领我们的舞蹈班的小朋友还有热舞团的小朋友去那边看需要照顾长照中心的老人家，当场表演给他们看，他们现场看了落泪。为什么落泪？有一个老人家讲了一句话，都没有人来看我们，都没有人来看我们。小朋友也哭了，然后爷爷送你一朵花，我们来看你们。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就是学到了一个感恩的态度。孩子知道他跳的舞蹈不再是只为自己，还为了更多的人，让这个社会充满了感恩，充满了一个关怀的一种伦理在里面。身为一个汉民的领导者，他是国小的基本教育，在国民教育中，我们希望孩子有一个国民的基本素质，也就是基本能力要会。我相信教育政策给孩子们的一些设想课程的比例
我们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学会的用在他的身上，也就是他的生活能力。所以不只是课程，是生活能力哦。那这个就包含了他的基本素养能力以外，他到底面对问题的时候他要如何去做，还有他的心中想的态度，那才是重要的素养。引导他的产活法在老师身上，那我们如何让老师、学校的政策，包括多元社团，还有我们的体育活动、校队，能够让孩子主动说我想参加，参加你不一定得奖，我想学习，我想去，哪怕是少林寺的苦练的基本功。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孩子还要学会敢去表达。好，那你有了这些态度之后，你学到的是什么？我相信你学到的是未来的生活能力，为未来生活做准备，为现在的生活去做适应，以及他可以为他自己开创更好的生活。